我其实平常兴趣是吹口琴，所以好像蛮符合，因为你带我吹口琴的感觉。我会吐，你看，你会觉得。有人投钱的感觉，有人投钱了。谢谢谢谢。我是医生。我现在住在医院。妹妹。啊！可以玩一点。好棒！你是有人格分裂。你会选我吗？我们要放生蝴蝶了，因为拍摄延期，我们没办法养到那个时候。没有，我说拍蝴蝶。好妖嘞！哪有人？女主角给我这样放蝴蝶，我是会杀人的呢。那我要睡觉了，你们等一下不要跟我讲话哦。哎。打他！我傻眼了。开箱我们的这颗的周边。反应组的，反应组的。效果很好。太可爱了，这三句宝。呀，可爱死你！你还没穿过吗？喜欢就好，谢谢你们。怕你会跌倒。啊，不，没事。就是如果你跌倒，我们就一起跌倒。对。好了，不行。不知道人真的觉得下个月精神挺好出来的。这样干嘛？拜拜了，我们这里太衰了呢。好了，拜拜啦，花絮老师。体重大约80的民众呢，试图进入这个高台可是他是为了目前有点卡住。我进去了，我在这儿。有两个太阳照的，这边还有一颗。太阳照的我，我是狗，我是太幸福了。等一下，你先进去。欢迎Yuna。我要正常吗？声音 OK， 他的声音更够。来，Yuna。我要挑战三个洞。换人，你下去。姐姐，我好害怕哦。姐姐，还是换人。姐姐，我好害怕。结果你是不是就是？结果是你。